Hello，大家晚上好呀，能不能看到我的屏幕呀？OK，那我们就准时开始了，准备。今天内容也不是很多，也就是20到25分钟 PPT 的内容，再加上15分钟答疑的时间，不会太久。那8点了，我们就准时开始啦。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我吧？我是 Joy，然后很久很久感觉没有给大家做网课了，大概有2、3个月了，因为一直在做直播，所以大家可能经常在那个直播里看到我，然后网课就做的少了。那今天呢，也是想跟大家就是 update 一下现在市场的行情，以及之前我在直播中所做的内容。那还是一样，在开始之前呢，先做一个免责声明。那今天所有的 PPT 内容呢，都是一般性建议，不涉及到您自己的个人的财务情况以及风险承受能力，并且今天所有的 PPT 内容呢，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不代表我们公司。那我自己呢，想必大家如果是我们客户，之前看过直播的，应该对我有一些了解。那我呢是10年来的墨尔本，然后在墨尔本这边呢读的这个高中本科和研究生，本科呢是在莫大读的这个 Commerce，然后研究生呢是在 Monash 读了一个 Applied Finance，也就是应用金融的这个硕士。之后呢，就来 Go Markets 担任中文部的分析师兼客户经理。我的专长呢是给大家推荐就是澳洲的股票和美国的股票。股票方面呢，大家可以来问我。然后如果说是外汇啊，我可能就没有别的同事知道的这么多啊，但是依然也会尽我自己的所能给大家解答的。那我们公司呢是澳洲最早使用 MT4 的平台之一嘛，在98年成立的，15年呢是开设了我们 Go Markets 中文部，那一直到现在应该也是墨尔本最大的一家，就是华语里面啊是最大的一家券商了，应该也是小有名气吧。那我们现在呢其实发展的也比较快，在迪拜啊、悉尼啊、上海啊、台湾啊、伦敦等地呢都有分公司。那您的资金呢，在我们这儿也是绝对的安全的啊，因为我们是 AFSL 的持牌啊券商，您的所有的资金呢都会受到这个第三方托管机构的监管啊。像是我们的话，我们是和 NAB 合作的，我们是没有权利去挪用您自己的资金的啊，这些呢都是十分的安全的，特别是在澳洲，大家知道拿这个金融服务牌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而且要交一大笔的这个保证金啊，所以说我们不会就是 risk 就是 take this risk 去做这些事情的。那我们就开始 PPT 的一个内容。大家如果是一直在交易的话呢，有关注市场的话，应该就知道，就是上个月啊，也就是2月的这个月中开始呢，这个大盘呢就开始有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下挫。那纳斯达克呢，我帮大家算一下，大概是累计下跌了12%，然后中国的 A50 指数呢累计下跌了17%，但是我们 ASX 200啊，澳洲的这个指数啊，累计下跌只有4%，是不是？还是？对，这个数据是不是还是挺让大家震惊的？
之前一直最让大家看不起的澳洲股票，现在居然表现得最抗跌，这是不是叫昨天你不屑一顾，今天我让你高攀不起呢？但是纳斯达克大家也都知道啊，就是之前一段时间也是涨得非常的疯嘛，而且最近因为美债收益率的问题呢，大家有一些恐慌，所以导致了这个抛售。但是大家要理解这个抛售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呢，大家是觉得这个经济预期向好。然后通胀预期也会向好，那这样子的话呢，会导致美联储呢去缩表或者说是加息，就是因为有这个预期呢，才会导致这个股票上的这个抛售。那我不知道大家在当时2月中的时候啊，到底是认为大盘是个回调，还是要进入熊市了呢？因为我在那段时间呢，接到很多客户的这个疑问啊，就是大家都很担心嘛。是转熊了呢，还是只是一个小回调？如果是回调的话呢，要回调多少？我不知道大家当时的一个心理活动是怎么样的，到底是觉得它是，要转熊市呢，还是回调？我当时呢是比较坚定的认为这是一个回调的，而且我之后会跟大家就是看一下我之前给客户发送的一些内容吧。那到底为什么我觉得是回调呢？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其实这张图呢，我截取的是纳斯达克100的指数的一个走势图。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指数呢在接近维加斯隧道的时候呢，就开始了一个比较强势的反弹。那因为我在之前呢做网课的时候有跟大家介绍过什么是布林带。什么是布比夫和移动平均线？什么是 RSI 强弱指数？还有一个什么是 MACD？这就是我这张图里面所用的一些技术指标。那当时呢，我就是觉得它有下跌的可能的，但是呢，应该不会超过维加斯隧道那个位置。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的确是在接触到维加斯隧道下面的一个144的这个线均线之后呢，有一个快速的强势的一个反弹。那现在呢，已经是今天的这个指数开盘啊，已经开在这个布林带的这个上轨。那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就是如果说这个指数啊，就是不管是指数还是股票还是黄金也好，任何产品，只要是它的 K 线呢，开盘开在这个布林带的中轨的这个上方啊，而且当天能够收在这个布林带中轨的上方，也就是这个位置的话啊，收在这根线黑线之上的话，那我们基本上可以确立呢，它是一个新一轮的这个涨势就要开始了。而且如果说它的 K 线呢持续运行在这个布林带的中轨和上轨之间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认为啊，这个产品它是在稳步上升的。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之前的这张图嘛，它的这个指数和 K 线呢，它是一直是运行在这个布林带的。像是这一段一直运行在布林带的中轨和上轨之间的，那就是比较强势的一个上涨的趋势。那在跌破中轨之后呢，它可能会继续下行一段，但是只要它不跌破维加斯隧道，我们就不会认为它已经进入熊市了。相反，那只是一个小回调，那应该是绝佳的一个建仓的时机。这就是我自己的看法。那另外的几个佐证呢，就是 MACD 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金叉了。而且呢，这个柱子啊，就是能量柱啊，已经上移到了零轴以上，也就说明呢，现在买方的力量还是比较强劲的。而且下面的这个 RSI 的强弱指标呢，也已经回到了50，很有可能呢继续往上冲到70左右。那我们就可以预计接下来的这个礼拜和下个礼拜，指数呢都会有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回升。当然了，大家也要值得关注的呢，就是这个礼拜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应该是墨尔本时间的早上5点钟还是4点钟的时候，到时候我们会发短信通知大家的。那个呢会对股市造成比较大的影响，但是就从美联储之前的几次发表的言论来看呢，还是偏向于保持这个量化宽松，然后保持一切不变的一个情况。那大家也就不用对这个股市或者是指数太过于担心了。那如果不变的话呢，就算美债收益率进一步上升，毕竟狼来了也不能喊超过2次嘛，对吧？那之前他说狼来了，然后股市下跌了，对吧？那之后美债继续上升的话呢，可能市场的反应也不一定会有现在这么强。那我们看完这个纳斯达克的指数啊，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也就是 A50 啊。
就像我在说的，就是不跌破维加斯隧道的下跌都是耍流氓，对吧？然后现在的这个 A50 的价格呢，也非常接近维加斯隧道了。在上一次 A50 这么接近维加斯隧道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时间，差不多是去年的6月份。那到现在呢，已经过去了3个季度，也就是说现在非常有可能是这9个月以来最好的 A50 的建仓的时间，如果说它不跌破的话，如果当然了，我现在的一切的这个理论都是基于未来我们依然是牛市的情况下，如果你认为你持有不同的看法，你认为未来中国的股市就是一蹶不振了，他们要转熊了，那就当我没说，好吧？那我自己的看法呢，是觉得，未来中国的股票也好，基金也好，都是依然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一个状态。毕竟国家政府呢还是比较支持这一块的嘛。那大家知道，如果大家想要在中国做事的话呢，就是踏准节奏非常重要。做想要你做的事情，那你就会取得一个比较丰厚的回报。但如果你做的不是政府想要你做的事情，那可能呢就是比较艰难一些，对吧？那现在主要的一个基调呢，就是说要放缓步伐啊。那我们可能呢之后啊，就是依然像是大家说的那样，就是慢牛啊，不要像之前那样冲得特别快，对吧？而且我们看一下下面的这个 RSI 呢，也差不多呢到了30，也是一个触底反弹的一个趋势。然后 MACD 呢，也是在两根线呢也在互相接近，很有可能出现一个金叉。那还要继续的等待，不像纳斯达克那么的明显，那可能在未来的1到2个礼拜会有所体现。这是我的看法。那我们再来看看 ASX 200啊，ASX 200其实走的就更加稳了，对吧？ASX 200呢是只仅下跌了4%啊，基本上就是在区间内的这个波动啊，而且今天的话呢又是再一次的上破到了这个布林带的中轨上方，所以说大家对澳洲的股票不应该有对美国的股票和中国的股票那样的担心啊，我们澳洲还是走的比较稳健的啊。只是大家呢，不要被市场上的那些恐慌的情绪给带跑了，因为我真的收到非常非常多的客户，我要不要割肉啊？这个澳股是不是不行啊？其实大家真的去看一下数据，其实就是科技股在跌了，别的像是银行啊，或者说是那些，怎么说呢，就是那些，矿业啊，就是锂矿股啊，包括一些新能源啊等等的一些板块，他们其实下跌的幅度都是比较有限的，而且现在已经基本上全部都拉涨拉回来了。所以只要呢你在中间的这个下跌的过程中你没有割肉的话，那现在基本上呢我可以说都是已经回了至少50%的本回来了。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市场的下跌啊，也不要太慌，千万不要被市场的这个恐慌情绪给带跑了，一定要有自己的信念，有自己的想法，坚定好自己的当时的初心嘛。我一直跟大家说的，跟我的客户说，就是你要想好，你为什么买这个公司？那你在买这个公司之前，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公司它跌了5%，跌了10%，你是愿意割肉呢，你还是说你要继续加仓？那如果你选择继续加仓，那没问题，那你买吧。如果你是觉得它跌5%，跌10%，那你就要割肉的话，那你不如再等等，你就等它再跌5%，再跌10%的时候，你再买进去，那时候也不迟嘛。因为市场总是波动的，不会说是一直涨，也不会说是一直跌，对吧？特别像是澳股最近的，其实表现呢，这个指数的表现也是不温不火的，平平无奇的。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基本上资金呢就是在各个板块之间流动，那可能呢流到你这儿。可能流到旅游板块，可能流到金融板块，也有可能流到地产板块，有可能流到资源股板块。所以说，它就是资金在里面窜的时候，那你自己持有的仓位的这个股价也会随着它而波动。那也就是提到我们一直以来说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分篮子放鸡蛋嘛。如果说你这一些你不知道资金会往哪里去，风口要往哪里吹的话，你不如呢就这些板块你都有一些，那这样子的话呢，确保自己不 miss 掉任何一个。那有的话呢，你就可以选择了赚了10%到12%就可以选择离场，或者说呢，你设置的更小一点，赚了5%你就离场，然后呢带动这个资金的流动量，对吧？就是把自己的资金滚起来，这样子也是一种方法。
然后呢，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天才基金经理彼得林奇是怎么看的嘛？那我相信彼得林奇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应该是，像这个世纪最有名的一个基金经理了，他是管理的这个Magellan 的这个基金，然后获得的收益呢是非常的丰厚。那他是怎么说的呢？他是说，每当股市下跌的时候，他就会回忆过去历史上发生过的40次的股市的下跌，来安抚自己那颗有些恐惧的心。我告诉自己，股市大跌其实是好事，让我们又有一次好机会，可以以很低的价格买入那些优秀的公司股票。这我是非常的赞同的。那像是前两天呢，我自己也买入了一些美国纳斯达克的一些股票啊，因为我认为是非常低的价格，而且我也跟客户说了，这 NIO 呢，大家可以在38块钱的时候呢去挂一个单去建仓。那他说的第二点呢，也是非常重要一点，他说股市下跌其实没什么好惊讶的，对吧？就这种事情呢，因为一次又一次的发生，甚至像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每个季度都会发生一次，对不对？所以说呢，其实股市下跌呢，就像是寒冬一次又一次来临一样。当室外的温度降低到0度以下的时候，你肯定不会认为下一个冰河时代就要来了。相反呢，你会穿上皮衣，对吧？在人行道上撒一些盐，防止结冰就搞定了。你会这样安慰自己，就是冬天来了，夏季还会远吗？那成熟的投资者呢，也知道股市的大跌总会发生，所以呢，他们也会为安然度过股市大跌前而做好了准备。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投资者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时刻准备着，就是对自己有，对这个股市啊，有一个正确的心理预期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我们这边一些投资人，他可能刚刚接触股票，或者说接触股票没多久，那正好赶上了去年的这个非常好的时机，对吧？2020年的股市从3月中旬这个大跌以来啊，是一路的高歌猛进，那可能呢就没有经历过像现在这样10%几这样子的一个回调。那这样子的回调呢，可能对他们来说就是不太适应，但是大家在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寒冬之后呢，应该也会对这个股市呢有所准备，特别是这一次的下跌，我希望所有的投资人都能够给自己做好下一次的计划，因为我也跟很多客户都在总结我们这一次下跌的经验，我们有什么做的不足的，但是有什么做的非常好的地方，那我们呢就善于去总结，然后呢以应对下一次股市下跌这样子的风险的存在。那我们 Go Markets 的这个公众号呢，也在2月23号的时候啊，给所有的客户和关注者发送了这样一条推文，也就是呢在当时呢跟大家说了啊，怎么去做一个平衡。首先呢，是可以做空自己手上持有的这个科技股的股票，然后呢是做空这个纳斯达克的指数或者是香港恒生的指数等等的方式来对冲自己的风险。其实大家不要觉得做空很可怕，做空的话呢，其实就是用在这个时候的，就是在股市大幅下跌，但是你不想抛售自己手上的股票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善用这个做空的方式啊，来进行一个风险的一个控制。那我们想一下，如果我的这个股票的仓位呢有20万，对吧？那我会选择去做空至少就是差不多价值10万的这个纳斯达克指数，以抵挡我手上有的这个股票的仓位的风险。那这样子的话呢，无形之间我的风险敞口就下跌了一半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呢，做空大家不要太恐慌，或者说太抵触，如果善用的话，做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降低风险的工具。如果大家对做空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呢，欢迎扫描我们的二维码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或者是联系您的客户经理去咨询一下怎么去做空才是最合适您自己现在的一个情况的。当然，现在因为股市已经上涨了嘛，我还是建议大家啊，就平时呢，没事儿的时候啊，就不要乱做空，因为做空大家知道风险还是高的，但是呢，它是可以呢进行这个对您的整体的仓位啊去进行一个控制的。那因为说，如果说您是想要长期做空的话，那我感觉在牛市当中大概率是要亏钱的啊，
所以说做空呢，我还要再强调一下，它其实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方式，并不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投资方式啊，这个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那我们再进到下一页，下一页也就是想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去正确的看待这个市场的回撤。大家可以看一下时间，差不多是2月11号的时候呢，我给加了我这个微信号的这个所有的 Go Market 客户啊，发了一条提示啊，说当时呢，因为正好是新年嘛，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就是适度的减仓啊，入袋为安，去过一个好年。因为我觉得啊，可能在2月11号的下一个周，股市就会迎来回调。因为大概率的事件呢，就是中国的股市啊是这样的，它在节前呢就给你猛涨，对吧？节后呢就我们上海人说就叫收过得了，是吧？节后的话呢就要给你点颜色看看啊。所以说呢，当时呢就是这样给大家发了一个提示啊，就说下一个礼拜呢可能呢会迎来市场的一个回调，但是我不知道幅度有多大，我只是觉得有回调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就给大家发了一个。那我们来看一下，然后呢市场还真的就是在5个交易日之内啊就来了一波向下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撤。那如果当时大家有听从这条建议啊，在当时能够稍微减仓，然后慢慢的逐步减仓的话，降低仓位的话，相信损失应该是可控的。啊，那因为我提示的是2月11号，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后面这个 A50 指数呢，它有一个四连涨，对吧？那因为我们这个市场不是我们开的嘛，对吧？所以我不能够完美的预测它到底是哪一天下跌，我只能说出一个大概的时间点给大家做预测。所以说，这个也是看运气的，对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反正我当时呢是在这个在我自己发提示的时候呢，把国内的基金啊全部都已经卖出了。然后最近呢，正在逐步建仓过程当中，啊，昨天打开这个账户一看啊，也是跌了6%啊，心口一痛，有点胸闷，对吧？差点喷出一口老血来。但是不要紧，大家知道这个基金啊，其实还是要长线投资的嘛。就算现在大家看一下，这个指数呢也是跌了17%了，我自认为呢是捡了一个便宜，到底是不是真的便宜呢？我们以后再说。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 PPT，那也是我给客户发的一个风险提示啊，也是在2月17号的时候，我当时说的是澳洲的股市和美国的股市啊，说可能在接下来的2到3天市场会迎来回调，注意控制仓位风险。大家看一下我画的那个紫色的线啊，就是我当时提示的那个时间，结果纳斯达克指数也是非常的给力啊。第二天就开始稀里哗啦往下跌，在第三天的时候更是有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一个下砸。但是我也不知道当时有多少客户听了我的啊，据我所知好像听的人不多，比较遗憾。好了，那我们大跌就说到这里了。然后呢，就跟大家说说大跌后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嘛。那大跌过后呢，我给大家发了就是持续的啊，从周四开始，我认为市场开始逐步企稳了之后呢，我就加入到了这个每日交易提示的交易机会提示的大军当中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过往的这个短信记录，一般我觉得股市不太稳的时候呢，我是不发提示的，或者说很少发提示的。一般我觉得股市开始企稳了，那我再给大家发啊。所以说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做事的方法。那我在上周四的时候呢，跟大家说啊，这 Webjet 呢可以看涨到6.2块，止损呢差不多在5块。然后周四的开盘价是6块，今天的最高价呢是6.3块。这当然了，也是乘着这个澳洲的这个旅游板块补贴的这一个东风了。我的看法还是不变的，就是在疫苗之后，旅游板块的复苏呢是必然的，只是说它复苏的快和慢。如果你不着急，对吧？你在6块以下，你等一等啊，你看 Webjet 给不给你这个机会？6块钱以下，你买一些，然后呢，你放个1到2年，对吧？我觉得它回到10块钱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甚至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啊。
然后呢，在礼拜五的时候呢，跟大家推荐了一个 Sky City，对吧？SKC，当时呢，周五的开盘价格是3.04块，那今天呢，也是涨到了3.29块。我也是觉得是疫情恢复之后呢，其实像是 Crown 啊，或者是 Sky City 啊，这些就是博彩业，线下的博彩业的话呢，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恢复，所以说给大家做了一个推荐。其实这些公司呢，都是可以长期持有、长线看好的公司了。还有一个呢，就是 CWY，CleanWay 啊。然后 CleanAway 的话呢，最近我疯狂的看到路上有他们的车开过，想来他们家的生意最近是不错，因为我之前也频繁的跟大家说到啊，包括我们的公众号啊，Jackie 和 Mike，包括 Allen 也一直跟大家说，就是最近这个房地产板块非常好，对吧？而且政府给了这个25,000的这个新住房的这个补贴，新造房的补贴啊，所以说这会导致什么情况出现呢？这就是导致很多的建材垃圾的产生，那 CWY 呢？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垃圾回收厂，它做很多垃圾回收，对吧？不光是你的日用品的垃圾回收，还有你的这个建材回收，也是基本上是由它来做的。在澳洲呢，其实就两大家这个垃圾回收，一家呢就是 CleanAway，一家呢就是 Bingo。也就是 BIN 对吧？我们之前也推荐过了一家公司，这两家公司呢都可以，只是呢 CleanAway 呢我觉得更大，它的表现可能更稳定一些啊。那我昨天的开盘价呢也就是2.28块，那今天最高呢是到了2.36块，距离我的目标价位呢也就一步之遥。我这些短线提示上设置的这个目标价格呢都是比较靠近的，也就是说比较容易达成的，一般呢就是在3%到5%之间啊。那大家可以选择呢去做一些短期的操作。那如果说您想要长线持有的话呢，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公司。那未来呢，疫苗开打，然后呢，边境开放，那这些公司呢，都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包括 CWY 的，它的这个，我觉得它的业绩啊，它是不愁的，对吧？只要有房子继续在卖，有人继续在造房，那垃圾总是要回收的嘛，不可能堆在地上，对不对？它真的是，我觉得是非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风险比较低的一个公司。而且未来的收益可以看得到的。那我想给大家说这个呢，其实也就想跟大家说，就如果您能成为我们的客户的话呢，就能够把握这市场的第一波强势反弹，不用考虑再错过。那下一页呢，就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平时呢也会给大家、给客户呢在微信上发那个及时的这个市场行情的这个更新的提示。那我今天呢也跟大家说啊，在这个微信的群发提示里面，跟我的客户说，这本轮的 A 股和美股的下跌中呢，澳股还是比较坚挺的。然后我们最近可以关注的呢，就是捡漏的板块啊，就是最近跌得比较狠的 Buy Now Pay Later BNPL 板块的 Afterpay，还有就是线上的这个商城 Kogan，还有铁矿石板块的 FMG，最近的表现呢也都是比较惨淡的。我们可以考虑是不是呢去接一些啊。那我发完之后呢，就有客户说，哎，Joy 啊，你说可以买，到底什么价格可以买呢？那我就发了第二条，对吧？那我就给大家发了一个价格区间，也不是100%的正确的，只是我的一个个人的看法。投资呢，还是一个很私人的事情，大家一定要想好再做决定。那我的看法呢，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仅供大家参考啊，还是要谨慎一些。如果您认同我的看法，那就可以跟我一起走；如果不认同，那也不用勉强，对吧？然后再说说，就是1月底 VIP 讲座上提到的一些指数的一个表现情况。那当时呢是在直播上又跟大家重温了一下 VIP 讲座谈到的那个指数，也就是负10、100啊。当时的话呢是给大家设了一个合理的建仓位，差不多是在6320到6500左右的这个位置。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我右边的这张图画的是现在的一个价格走势。现在的话呢，也基本上呢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上涨幅度，那也是达到了我给的这个合理的建仓范围了。那如果大家有听到那场直播，有去参加了1月底的这个 VIP 讲座的话，有两个机会都可以去买进。那现在应该都是上涨了，差不多有6.4%了。啊，对，然后我在下面加了一句啊，就是 again，也就再说一次啊，就是不跌破维加斯隧道，也就是下面这两根黑线的下跌都是耍流氓，也就是说呢，它是回调，不是真正的进熊市。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当时讲到的第二个产品，也就是恒生指数。恒生指数呢，当时是跟大家说，
是会有一个回调的，然后给大家设立了这个第一建仓位和第二建仓位和第三建仓位的这个价格啊。但是很多客户就会问我，哎，Joe 呀，你为什么老是说你这个产品你要买3次呢？你既然知道它要跌，你为什么不在第三建仓位你就直接大仓位的买入呢？你反而要这样一次一次的买，那你的成本不就增高了吗？是的，是这个道理。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做的只是我们想要的这个预测，对吧？就是市场呢，一般是我不要你想要，我要我想要，对吧？这市场不是我们开的，是市场决定的嘛，对吧？所以说呢，我们会通过呢去分散自己、分批建仓这样的方式呢，去平摊自己的一个交易成本，去平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像 Hong Kong 50它的一个走势，它当时呢的确是有回调了，那第一单的话呢也是进场了，随后呢它就有一个大幅的一个上涨啊，然后创出了一个新高啊，然后呢才开始又有一个新的一个回调一个盘整，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按照啊第三建仓位的话呢，我们是永远都挂不进去的，对吧？因为大家看一下现在这个价格呢，就算在最低的时候啊，也是有28400点啊，也就是跟我给出的第一建仓位差不多，那你要说它到26100点，那得跌成什么样，对吧？现在呢，都已经有，我现在看到网上有不少炒港股的朋友，对吧？都已经嗷嗷哭了。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建仓位只是一个参考而已，但是具体的操作情况呢，还是要看看当时的这个一个实际的情况来做决定的。那这里再跟大家说两个技术上的信号。那如果我们第一单就是已经进场的话呢，那我们在什么时候出场呢？一般呢就会选择在 RSI 呢紧贴顶到70以上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选择离场了，因为在那个时候呢风险就开始增高了。如果呢，其实我们往前回溯来看的话呢，RSI 呢要上涨涨到80呢是比较少见的啊，而且呢那个时候下跌的幅度呢也会更加快、更加迅速，有时候可能逃不掉。那所以说保险起见的话，如果我们是去做指数的话呢，可以考虑呢在 RSI 70的时候呢就开始逐步减仓了。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恒生指数啊也。在那个 MACD 上呢，有一个逐渐要金叉的一个两根线已经靠近了，很有可能之后会出现一个金叉，所以说我认为啊，在这一段盘整结束之后呢，很有可能呢，这个恒生指数呢会再次迎来一波比较大的一个涨幅。然后就说最后一个，对吧？我们当时呢跟 Coco 在2月初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电动车的板块。我记得他说的是未来汽车，那我说的呢就是通用啊。通用呢，我认为是一家被低估的这个电动车潜力股。理由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回听之前2月3号的那期直播啊，就是大致的意思呢，就是说通用现在正在面临这个转型。大家知道，其实通用呢，它是一个比较老牌的这个电动车制造商，对吧？然后它其实呢。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车企，那它的估值方案呢，当然就是以传统车企的这样子一个估值去 growth rate 去进行评估的。但是如果说呢，它之后呢转型，对吧？它现在就在转型，想要让自己变成一个科技股的话，那我们的 growth rate 可能就要进行更改了，那也就会大幅的提高它的一个估值模型啊，也就会大幅的提高它的这样子的一个估值。所以基于这个考虑呢，当时就给大家推荐了通用汽车。那现在呢，通用汽车呢也从52.72块呢涨到了现在的这个59.61块，最高的时候。那昨天呢是略有下挫啊。那整体来说呢，也是有一个差不多是10%的一个涨幅，未来很有可能呢进一步的上涨，但是不排除大涨之后有一个小小的回调，差不多3%到5%都是合理范围之内的，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觉得通用的潜力是非常强的，首先呢它有非常大的这个 client base，然后呢它如果说进行转型的话，它的客户群体啊是现有的，就不需要再花很多的精力去拓宽现在的这个客户群啊，而且大家对它的品牌的信任度非常的高啊，并且在欧洲的话呢，它的这个就是占有率啊，市场占有率是大幅的高于特斯拉的，值得大家关注。
那今天的 PPT 内容其实就到这里为止了。如果大家想要加我的微信，收到微信提示的话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输入这个微信搜索 Go Markets Joy。不管您是谁的客户，我都会给您，只要是我们 Go Markets 客户，我都会给您发送这个市场行情的提示。你有任何问题也欢迎随时跟我取得联系。那接下来就是答疑环节，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呢，欢迎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啊，有朋友问纳斯达克100的杠杆是多少？啊，纳斯达克100的杠杆呢是100倍的。NIO 的杠杆，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大家可以自己在软件上查这个杠杆的比例的。比方说这个 NIO 的话，我们就可以在下面查，就在这边搜索 NIO 对吧？然后找到 NIO 右键，然后找到这个 specification 里面，这边。看一下这儿，0.5，也就是2倍的杠杆，不是很高。Fly Center 非常好的，Fly Center 呢最近的表现其实要高于 Webjet 的，所以说大家两个都可以选啊，但是 Fly Center 和 Webjet 呢，我不得不说最近都涨得非常的猛啊，现在进去呢是有点追高的啊。如果说您是想要去布局这个旅游板块的话，现在可以稍微等一等啊，可以等一等。看看它有没有个回落，就像我说的，就是 Webjet 回到6块钱以下，看看它给不给机会嘛。然后有朋友问，就是 RSI 是趋势中的哪一项啊？怎么添加 RSI 呢？很简单，在上面 Insert 这里 Indicator 找到这个，我看一下，找到这个 Oscillators，然后倒数第五个就是它的全称呢，RSI 全称呢就是 Relative Strength Index。它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指标啊，就像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我之前的这些网课啊，有3节是专门讲技术指标的。我觉得啊，对于我个人而来说啊，这个模板对我来说是十分适用的，能够为我解释很多啊，我可能通过基本面分析看不懂的事情。啊，有朋友问 A50 在 Go Markets 做到合约日那天会被强平吗？啊，这个是不会的，我们会自动给您展做那个延期啊。然后如果说呢，这个 future 啊，您知道啊，就是在这个月和下个月的 future 之间呢，有一个差额，有可能是正的，有可能是负的，我们会直接放到您的账户里，或者是直接从您的账户里扣除。那还有朋友问这个悉尼机场可以吗？悉尼机场、Qantas 都可以，非常好的公司，而且呢，就是会比 Webjet 和那个比 Webjet 和 Fly Center 更加确定性强一些，因为悉尼机场和 Qantas 不得不说都是澳洲的大国企嘛，就是属于too big to fail，对吧？就是不能够让他们倒台的，而且它的现金流也就是大家不用担心的那种，就是风险性比较小一些。那当然了，风险小一些，那肯定是回报也要小一些，可能涨起来呢就没有 Fly Center 这么疯，对吧？Fly Center 我记得那天出了这个旅游补贴的这个报告啊，当时是最高是涨了12%，非常夸张，我感觉 Qantas 和悉尼机场可能达不到这个涨幅的。然后有朋友说看一下这个 FMG 铁矿石最近跌得很惨，但是我依然认为我的看法和麦克是一样的，我们依然认为呢这个铁矿石是可以长期持有的，而且现在这个价格我觉得就很不错啊，当然也不排除它会继续往下跌，对吧？那按照我说的这个三步建仓法呢，你现在可以买一单，因为它已经跌了，差不多有多少？我们看一下。把这个十字光标拖到这儿来，最高点往下跌了多少？已经跌了接近25%了，接近已经跌掉1/4了。你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是可以考虑买一单的。如果它再跌，对吧？再跌个10%，你还有子弹可以打出去。但是我觉得这个概率比较小啊。我有客户问我它会不会到16.6块，我就笑笑啊，我希望不会吧啊，毕竟我已经买进去了，对吧？谁不希望自己一单就中呢？不要这么左补右补的，对吧？补的连钱都没了。
哎，有朋友问看 AGL，AGL 我不太喜欢，这个股票简直就是 hopeless 啊，没有任何的这个希望的，一路下跌啊，从不上涨，这就是 AGL 最大的情况，最大的现象。我不知道它能不能涨起来，说实话，但是从技术图形来看啊，真的是走得非常的难看。我反正是应该是不太会买的，这个底我不敢抄呀。然后的话呢，很多朋友也会想要了解一下 A2 嘛，A2 最近呢也是一直在下跌嘛，跌的也比较惨，差不多呢是跌到了。已经是跌到了8块7了，跟之前差不多19块钱、20块钱的这个价格已经不太好比了，就对折还多啊，差不多就已经处于6折的状态了，哦，不，处于4折的这个状态了。公司呢是好公司，大家都知道，对吧？现金流也很充足，品牌也很好，但是什么时候会涨就是不知道。如果说你有耐心，你觉得你可以放上2、3年的话呢，可以小资金稍微买一点点，然后呢你就放着，你也不要去看它了。啊，说不定未来对吧？过了3年之后，哎，你一拍大腿想起来自己有个 A2，说不定就发了。有朋友问 STO 怎么看？可以一直持有吗？STO 是家石油公司嘛，其实最近石油的价格已经涨超了，就是很多分析师的预期了。但我觉得 STO 可以持有的呀，因为就像我之前在那个在直播和讲座里说的，就是现在石油的价格已经回到了就是疫情前的水平，但是石油公司呢还远远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所以说，给他时间的话呢，他照道理来说呢，是要回到之前的那个水平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那 STO 的话呢，可能往上还有2.5块左右的这个一个空间吧，还是不错的。哦，有朋友问，stock land 和 land lease 可以建仓吗？哪一只好一点啊？都很好，我觉得都可以买，但我更加喜欢 Stockland 的，因为 Stockland 的话呢，它是又有这个商业地产，又有民用住宅的，民用住宅开发的，所以说它就是两条腿走路，风险比较分散一些，而且现在这个走势也就比较稳健，看到吧，就是一路上扬啊。基本上你也不用操太多心啊，只要在维加斯隧道附近啊，你买上一单，然后就放着啊，应该不会让你太失望的。有朋友说 Afterpay 怎么看，会不会回到解放前？不会啊，不会啊，Afterpay 不是今天已经涨上去了吗？只要说白了，澳洲这些科技股都是供屁虫嘛，只要纳斯达克涨起来了，那 buy now pay later 疯狂起来，还不是分分钟钟的事情。还有朋友问 IEL 就是做雅思的嘛，对吧？IEL 最近涨得不错的，对吧？哎，涨得很高的。这家公司我没有持续关注了，所以我也说不上来。但是它不是跟留学相关的吗？如果之后大家可能都是在为留学做准备的话，IEL 也会有一个不错的表现的呀。啊，涨得很高，而且但是这只公司波动还是蛮大的。之前横盘的时候，估计是大概率的时候呢是在吸筹，然后拉起来一波。然后呢，打下来，再吸筹，再拉起来，再打下来，还是波动蛮大的。大家还是要跟好主力的这个主力走啊，跟好主力的节奏走，不然的话很容易呢就莫名其妙摔下去了，再也上不了车了。它这个走势跟 ZIP 有点像的啊，就是一看就不是普通散户在做的交易。
看看 APX。APEN 的话，最近也是跟着这个纳斯达克有一波小的涨幅。那 MACD 出了个金叉，很不错。那今天收盘呢，也收在了这个布林带的中轨的附近。那希望它能够继续往上。那下一个阻力位置呢，有可能就是在这个维加斯隧道和第一个位置呢是在这个布林带的上轨，那差不多是22块钱左右。然后呢是这个维加斯隧道在26块钱左右。那其实就算是它达到这个叫什么这个阻力位的话，也是有20%的涨幅了。现在按照技术图形来看啊，是可以去考虑建仓的一只股票了。而且它的价格呢也的确是偏低啊，现在处于严重被低估了。其实大家看一下它之前的表现啊，这里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支撑的，对吧？那达到这个支撑呢，它就会反弹。那希望它这次反弹的这个强度大一些吧。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先到这里了，因为已经8:45了。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呢，欢迎添加我的这个工作微信号，跟我取得联系。啊，那我把微信号再往这儿放一放，大家可以截个图加一下。好了，那就先这样了，大家晚安，拜拜。